妈跟我家己洗刷就好。哦。你骗我？几叔叔啊？你干嘛骗？现在流行短发呢，我拢讲要改一个戴咪摩尔头啊。这嘛不是戴咪摩尔头啊？你头毛还到这长啊？好好干袂准子，小等要去阿头遐剪啦。要剪好的。一点点啊。来来，我先给你围一个。啊，是要修一个，还是要加偌济？哈？我妈讲，加一梳梳就好。哦。对啦，一梳梳啦啦。好啦，一梳梳啊。嗯，来。想要吃绿豆冰无啊？好啊。哦。哎呀，我阿妈切吼，等下家己摕来看吼。嘿，有水吧？嘿嘿嘿，水哦。你骗我啊！这是学校规定啊，啊，不是我做主的啊。啊，读国中本来就是爱好好读册，那有时间过头毛啦？季叔叔啊，你干嘛骗？哎呦，阿玲啊！现在流行短发呢，人爱看电影的吼，拢讲要改一个戴咪摩尔头啊，吼、哦！这嘛不是戴咪摩尔头啊！你今嘛是安怎哈？搞晒性地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妈开这多钱给你买制服，哦，给你去补习，给你买参考书，你若无好好读书，给我考到升学班，你就去工厂做女工啦！没啦，没啦！不要伤心啦，会再流长啦，好。你不是我妈，你是假的。我不是你妈，我是谁啊？好啊，哪里你讲？我的生日是几号？我上介意啥？我上惊啥？我无时间跟你过时尚金球车。你讲不出来，就表示你是假的。你是十二月九号下晡两点五十八分生。我想要记得很清楚，因为我生日要生两天啦。你想要吃菜吃一大米粉汤，吃胡椒不要青菜，大概拢吃两碗。你上惊的不会是加砖，我你可能有丢无？唔对，我即摆上惊你，你比刚才更加恐怖。你是惊我啥？你拄好就拍诶，不准我看电视，搁把我的漫画书拢收掉。因为你即摆上国中啊，上国中，上国中，上国中是啥物了不起的啦？上国中都了不起，因为你妈妈刚刚国小毕业。我咧做囡仔诶时阵，你外妈若是会当互我读册，我就袂长三岁就去做女工，就袂敢那国小毕业 ，A B C 拢看无。